有魅力的男人，然后一开始会很怕，对，因为歌感觉都好搞。大陆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人，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不要笑完之后，他帅得很锋利。帅得很锋利，对啊，我有亏，我一二都没跟我讲。那你现在看过对方吗？没有哎。我没有什么必要看对方吧，他喜欢就好。那你看过大陆的？有事情要跟我讲。OK。不要学君念啊！如果你们有时间，我建议你们摸一下大陆，他会很滑。耳朵哪里很好摸？全身都好摸。坦白哥抱抱软，今天检验王大陆全身都好摸，亏张君念交男友，哎呦怎么都没讲。身上保持稳定，就动腰胯就好了。是阮经天和王大陆是妈吉这个名已经解开，原来两三年前他们合作了电影《怒潮》，如今终于要上映宣传。有什么互动吗？尴尬。有人楼里摇摆摆。哎，两人发现彼此对频，一见如故，还常出游，甚至约到北海道滑过雪呢。看哥的戏长大，你会不会长大？小天的好友张钧甯迅雷不及掩耳爆出喜讯，传和马来西亚导演柯文丽论及婚嫁。奇怪，他去年九月明明才说婚了，我说实话憧憬不过啊，结婚不会，不会啊。我觉得他是个好演员吧，就是可能那时候我没看出来，我也是跟大家一起看新闻的，是对，看完新闻之后我就回他一下，我说哎呦恭喜哦，你好，哎呦。那他有说什么事？李二都没跟我讲，没有吧？他应该会请我吧？会吧？就是还没有吧？如果有了，如果没给我，我应该生气了吧？对啊。那你现在看过对方？没有哎。我没有什么必要看对方吧？他喜欢就好。那你看过大陆的？犀利。懂问。有事情要跟我讲。OK， 不要学君念啊。另外一半可以变成什么？我是恋爱脑。恋爱脑，恋爱脑，是那种黄金猎犬。如果你们有时间，我建议你们摸一下大陆，他会很滑。耳朵哪里很好摸？他全身都很好。三立娱乐新闻不如两位在一起好了，报道。